假如有人在他被害之际，只要能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，杀人者手里的刀杖就会应声折坏为碎段，使受害者从危难中得到解脱。假如到处都有谋财害命的盗贼，有一位商主率领许多商人携带贵重珍宝，经过险峻的道路。其中一人建议大家说，只要一心一意念诵观世音菩萨名号，这位菩萨能将其无畏神力布施给大家，就能从怨贼的危害中解脱。商人们听完他的话，都大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因为诵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的缘故，他们都立即从危难中解脱出来。哎，这帮抢劫的混蛋，我们蹲了这么多天还是没线索。放心吧，我看呢，他们就快现形了。如果遇到危险，要记得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哦。怎么回事？哎，我下去看看。这是被人砍断的。哎呀，不好！杀了再抢钱啊！快跑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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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